迎继续收看《台湾亮起来》。在台湾拥有30万名同修弟子的青海无上师，这个宗教心灵团体的成员彼此分享了什么，让他们的凝聚力可以这么的强呢？师父很高兴哦，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就是跟您这样子做一个专访哦，因为这个我们在台湾认识您也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呢过去的接触比较少一点哦，但是呢就是都这个听说过您本人的一些事迹。不过我想哦，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台湾亮起来》，要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故事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想先请教师父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会选择当时哦，您从这个喜马拉雅山那边修行之后，会选择从福尔摩沙开始传道呢？哈，我也不是什么，不是什么选择了，看天意嘛，啊，哎，我们做人呢都是有天意指定的，所以我们做什么的话，成功失败就是在天命嘛 ，OK， 啊，而不是我自己选择。就是我到处都走嘛，然后到台湾的时候就被你们的人民发现了。我在默默一个人在一个那个什么 The Ashram 方骨会的寺庙的那个后面啊，打坐啊，被关几个月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晚上了啊，波风波雨很大了，就有几个人那个冒风冒雨过来，就敲我的门了。就说什么观音菩萨叫他来这边跟我学习。就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我再跑了，从台湾出去了，因为国外人也不能留很久嘛。我去再回去喜马拉雅山，在那边闭关了，因为我认为在台湾闭关不行，有人就来敲门，我就跑回去喜马拉雅山，结果还是被印度那边的人也请出来，叫他们那个观音法门。然后我在那边一阵子，又台湾的人又再请师父回去了，然后我又不回去，我就跑回去德国，去德国讨那个印度的那个爱护人嘛，就跑回去德国，结果在德国又被派当一个寺庙的方丈哈，方丈，然后有很多人又来求什么的，然后我在那边一会儿又有台湾的人又来请我再回去台湾了。我看他们感情那么深厚，而且很谦卑的，我看他们心很善良，我又再回去台湾了。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个组织啊，请师父去讲经说法等等，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很喜欢台湾人吗？有缘大概呀。您刚刚提到说这个是天意哦，那也许我们凡人哦，像我比较这个活在俗世，也许不了解这个天意是如何能够感受到呢？ OK， 有两种可以感受得到。第一，我们打坐的时候会跟那个天上沟通，然后会领到指示了。第二就是你看人名嘛，如果有很多人名要求你做什么样东西，然后你做出来成功的话，即使没有能够直接跟上天沟通，也会知道那个大概是你的命了。你爱做那个，然后你做得很成功，很多人拥护，那个就是天意吧。所以天意有两种哦，一种来自于可能是上帝的指引，另外一种，那这个必须要靠修行你才能够体会得到。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来自于人民的请托，那让你就是必须要肩负这样的一个使命去做，是这样子哦。那就是在看您的这个生命故事当中，我们也挺好奇，就是您也曾经在这之前留学过好多个国家，那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去喜马拉雅山修行呢？也不是突然而已了，就是想很久了，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嘛，去哪里嘛，因为我从小的看人生也是蛮痛苦了，不过也是跟大家也是混下去了，也是这样子过了一日，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也去皈依过了，去当
佛教徒啊，去寺庙，然后去教堂啊，还有跟那个很多法师啊，或是牧师，哎，其实牧师也有学习，不过心里还没有办法解开那个看世界痛苦那种同情心啊，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看谁有道德啦，有所谓的修行，也就跑来问啦，也没什么答案，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先生，一直醉在旁边，一定要结婚了，然后朋友什么都鼓励说啊，你跟他结婚嘛，他这么好的人，等等等，啊，他醉那么久又那么诚心，OK，好的，结下去了，结下去。他说你这样结婚，你一定会快乐的。我用那么闷闷的，好，我结婚下去也没什么快乐啊。看电视啊，看四周围啊，到处都是很痛苦的，所以心里没有办法安顿下去。所以我也跟先生讲，他也知道了。还没有跟他结婚以前，我经常还要讲去出家啊，去找多找名师啊。不过他说，哎呀，不用了嘛，你在家里有佛堂啊，他弄一个佛堂给我了，天天他有带花过来给我供养。他说这样子在家修行也好嘛，何必去哪里？你已经去过很多地方，没有什么答案了。OK，行了，弄一个佛堂，每天拜拜念经，也没什么用，心里还是很痛苦。所以我跟他说了，说一定我要去了啊，我要去印度那边。也许听说了，那个时候刚好还碰到很多人，他说印度啊有某某名师啊，哪里有某某修行人啊，也许到那边找就比较好。那所以我才去的，所以说要这个，觉得看到这个人世间啊，很多人过得很痛苦，那想要得到一个这个帮大家解脱的方式，为什么要透过您个人到喜马拉雅山去做修行，这样子就能够解救大家吗？也许不能解决大家，不过解决一些有缘的、有喜欢解决的人呢、上林是一位老师嘛，以前嘛，现在也是在你大不学能教捐，书。对，大学教授，你不能全省都叫人啊。不过你叫了一些啊，他们成人啊，高兴快乐啊，也当什么什么人啊，你这样子做自己的责任嘛，然后别的。教授就做他的责任嘛，每个人都做一点的话，世界会好啊。所以也就是尽自己的那个最大的能力去做一是些是，这个拯救的事情就对了。那当然当当然。时是不是说这个叫做是有佛缘呐？所以您才会一直觉得说，想要去拯救这个世界的众生。对了对了，You are called, you have a call, yes。就跟您以前当教授嘛，后来觉得那个当记者可以更多帮助那个人民嘛，更可以播放那些肯定的新闻呐、能够传播一些您所喜欢的，传播给人民知道，教育人民或是帮助人民，或是开通人民的一些解呀、或是给他们更多了解，就是你的 call，your destiny。所以你得到这个扣哦，那这个扣你刚刚也提到，可能来自于上帝的指使以及人民的需求哦。那其实，在台湾哦，我想所有的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对您都挺熟悉的。那其中有一些可能对您有一些误解啦，那我们想请师父跟大家说明清楚。那么，例如说，您现在呢出现在，这是在巴黎，对不对？在巴黎，然后呢，您的形象，所谓外在的形象，您是以这个金头发，然后黄色的衣服来出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因为可能跟过去大家看到的修行的师父的这个外在的形象比较不同一点。对，也是天命了啊，也是天命。天命叫怎么做，我现在怎么做了？到我时我就去跳海了。我不是说很喜欢装华丽，或是我在家里装很普通，没有什么需要那些，就是天命嘛。天命，然后是不是说这是一种对场合的尊敬？也是，就是外表来讲而已啦，就是里面就是天命嘛。比方说那个阶段呢，以前这您是当教授嘛，
就是你是专教授的那种比较严格的衣服，我是表情啊。您现在就是转了，你当记者啊，reporter，啊，当主播，因为现在你的阶段就是要做这样嘛，嘿，大概你会有那种感受在里面是天意要你这样做，所以你才这么成功，那么受欢迎。那就我们阶段每个时间都不一样，我也没办法改变，我自己不能决定。 这样子啊，那这个天意如何去领受，还是要靠过修行咯？是了，是要靠过修行。不然，即使有一些人他不修行，不过他有灵性啊，他有感觉，我一定现在要做这个才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大概因为天意里面推动嘛，他既然没有灵，没有直接领到，不过他自己感觉，有那个第六感嘛，这样子。 那透过修行之后，也许这个第六感就会更为敏锐，是这样吗？更加。OK，好，那这个我非常的这个好奇哦，师父您后来决定就是离开婚姻之后，然后到喜马拉雅山去，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修行的过程？OK， 第一来印度的话，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有那种灵感要去那边。 而且听人家说某某地方，很多人在那边修行成道啊，佛也在那边啊，耶稣基督听说也去过那边一阵子，13年了，在记录没有记录那个，听说他在印度修行的，所以我来到那边看看嘛，看这边好吗就不好就走了，看那边好吗不好也再走了，一直走观音法门了，那在印度的话。 好几个地方也有教观音法门了，不过最后我在喜马拉雅碰到一位真的很伟大的名师，传那个很伟大的力量，他就叫库拉奇，那个时候我才真的醒过来。哦，不晓得说就是让你可以醒过来哦，点醒你那个大师，他是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被点醒，有这样的一个顿悟而悟到这些道理的。 OK， 因为我经过很多所谓的修行的地方嘛，也心里还是不什么很觉得很开悟，开一些啦，不过不完整。然后我也是这样子走嘛，有一天我跟一个团体走，要去朝圣某些地方啦，因为在印度很多地方要朝圣，我跟他们去，然后突然他们就走太快了。 我好像不晓得为什么昏沉了，好像昏了，就留在那边了，然后就这样子醒过来，不晓得在哪里去，在哪里的人家都跑光了，我一个人在那边走动，他就说，突然间一个人出来，啊，一个比较老的，他说你是不知道在找路啊？我说是的，你知道不知道某某地方就怎么走的？哈，因为我是去我的那个。 那些办的团体啊，他们走了，留我在这边。他说我不会带你到那个地方，不过我可以带你上天，<笑>这样子。<Yeah. S 1> <笑>我不用带你到那边去了啊。然后我说啊，这样子啊，我听说那些瑜伽的很伟大的瑜伽才能够带人上天，对不起，老公，你看起来不像。<笑> 他说你碰到瑜伽，你怎么会知道？哦，他在问我一下。啊，我就醒过来了，因为我认为瑜伽就是那种出家人那些哈，装潢袍哈，我是有那个头发弄在上面哈，我是头发光光的，看情况。结果他不是这样啊。他的头发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胡须也这边一点，那边没一点，哈，他好像挂一遍不挂一遍这样子。不过不是，他自然这样子。不过他讲的话，我越听越他很有威仪啊。我说 OK 啊，那你住哪里呢，老公啊？然后他就说我哪里都住啊。 这样子，我就吓了一跳了，我越来越吓了一跳。<笑>后来他说：“那你跟我走了啊，来那边我会教你怎么上天。”OK， 我就跟他进去，到一个山洞里面，哦，突然那里面很像啊，这个山洞是土坡，没什么，就旁边有一点水，自来的水，像一个小小的洗脸盆一样，水一直。
这很干净的，是从哪里流出来？我不知道。然后他就用那个水喷在我的脸一下，说要洗净一点啊。然后我突然间就不行了，我不晓得在那边。然后就醒过来，看到他不见了，然后突然就什么都了解了，不像以前那个水很多，不过不了解。 就是这样子了。哦，那但是在那之前也要经过一段的学习嘛，才有办法这样子开悟，对不对？那不一定，不一定啊。因为以我知道哈，比方说有两三位教人观音法门一样哈，不过他的那个师父哈，里面的内在的力量不一样，他等级高低不一样，那你也得到高低不一样，所以这一位啊，他是德高望重嘛。 哦，是这样子。所以我才开悟的。哦吼，以前是开小悟了，碰到他就开大悟。不过他，后来他在里面跟我沟通说，我还是要在那个山洞啊打坐7天呢。要把那个印象更深刻的才能够出来。所以我在那边打坐7天呢，不吃饭了，没水了，有水一点点了，不过也不想喝了，哎呀。 没水没饭，今天以后我就下去了。后来都常跟他里面可以沟通啊。OK，所以这个大师，他也是，例如说，他外在的形象，也不是像是这个以前大家所认知的那样的一个僧侣的形象。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个众生来说，这个外在的形象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道理吗？不一定重要，不一定嘛，你看观音菩萨他。 满身都珠宝啊，哦，是吗？然后释迦牟尼佛都头发一香，然后另外一位慧能法师就没有头发，大家不一样嘛。耶稣基督他也头发很长，好，那师父，您智慧比较高，跟我们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说，可是像您的这个同样就是外在的这个形象，也是散发出来比较不一样。那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可能宗教界的一些批评，那该怎么去看待这些批评呢？哎呀，人啊，都随时都批评了，你一装什么他会批评的了。哦，所以，不过。 我听天上指示啊，我不能够听凡夫了，因为不管你转什么，都会被人家批评的啊！哎，天上跟我说，我不能只代表佛教嘛，不能只代表佛教，我是要代表所有众生、所有的人民，所有跟大家一样的。OK， 所以要用跟所有的人的这个形象出现的是一样的。对，天上说这样子才能够跟人比较接近。 OK， 好，那这个因为你太高，你看你来太不一样，人家一看到你马上就有那种隔开了，那顶礼你啊，拜你等等，这样他就马上就降低了，比你降低。了解我意思吗？你看你出去看到和尚，是不是心里马上觉得他比我好，马上要拜下去？看到神父，是不是马上有那种尊重心，隔开跟他隔开了？ 对，他高你低就对了。对，所以上天叫我说你不用这样子，要大家平等。OK， 所以等于说我们看到你也觉得说，哦，那我们跟你没有隔阂，就是说，可以修行的。哦，大家一起修行。对，我这样子可以修，你也这样子可以修，我们两个一样，有什么不同呢？是是是，是这样子嘛，意思这样子。是这个道理。不过批评的话就让他们嘛，我也没办法了，我就听上天了。 听上天的指示。哎呀，不能听凡夫嘛。然后那个，其实像师父哦，您刚刚也提到说，曾经就是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他是一位医生嘛，对不对？然后就结婚了，可是并没有过得很快乐，所以决定再去修行。不过我们如果再看到你更早的家庭，像父亲，他也是一个有高度声望的中医师哦。那可不可以提提您的生长背景？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您觉得哦，就是你就是会去想到说，要去解救这个世间的疾苦，这是从什么时候几岁就开始有的？因为我跟我们一般人的经验，一般凡人的经验可能比较不一样。
那、哦、我也是跟你一样啦，不一定不一样。OK， 从小，因为我生在战争里面嘛，就看到人家死亡，跟那个叶子掉从树上掉一样，今天见明天不见。连我那个老师哈，我最疼爱的老师，他突然就死了，被人家枪毙啊，无缘无故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战争嘛，然后谁碰到那个弹了、啊、就死了，就这样，不管你好的人坏的人，老师或是学生，就这样。我几乎常常看到那个死亡的生活，还有人家逃难啊，人家突然间就生活就变成没有任何东西，今天是很富有，明天就一个炸弹来，然后整个生活都不见了。在越南又不是说有那种保险的公司什么都给你弥补，没有，什么都不见，然后整个家庭也不见了。比方说这样子，然后我看很多人在外面呢，突然间变成乞丐啊，本来很有钱啊，有工作的，有生意，结果被战争那弄破坏，然后变成乞丐啊，东跑西跑。我常常给他们东西吃，我就听他们的故事啊，我从小已经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就是因为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做嘛，长越大越决定，越大越有机会可以自己独立啊。我们小的时候靠父母啊，怎么能去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做。后来长大了自己赚钱了，就可以慢慢想办法，这样子省钱，然后去喜马拉雅找就对了。OK， 所以这个师父等到长大以后哦，那么有能力呢就可以独立去做这些事。不过看到师父的一些修法的观念哦，其中还有一点也许跟别人比较不一样，但是呢也是颇受瞩目的，就是说例如说我在台北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的人呢、哦、自己做一些点心啊，或者是做一些纪念品工艺品然后去卖，然后就是等于有点自给自足的情况。但是呢有部分的人就觉得说，哎，这样好像是一个买卖的行为，然后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获得资金的方式有些人比较不能够认同。那师父您在这一方面您的观点是什么？我观念就是自己赚给自己用嘛。那个做生意有什么不对呢？做生意不是偷人啊，不是强迫人家买你东西，就是做生意嘛。 OK， 我们如果要不能救自己怎么能救人呢？所以要先救自己，自己要先好才有办法救别人。对，我认为这样子，你还没救他你已经要他的钱的话，我怕他比较心里不安呢、啊。就是你们的这个观音法门里面所尊奉的道理是说不接受供养就对了，不接受，不受，不受。嘿，对，这是一个什么道理？我意思说跟那个禅师一样嘛，一日不做一日不吃嘛。还有圣经也有说 You earn your living 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yeah. 圣经也有讲，然后佛教也有说一日不做一日不吃，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跟着那个前人一起做嘛。不会错的。因为我们赚钱就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帮助家人，也可以这样帮助贫穷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吧。你呢？我也觉得，因为尤其我们是没有接受供养，然后用自给自足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我在那边等供养的话，恐怕我不能全世界跑那么快了。飞机票什么都很贵啊。一直靠徒弟的话，有时候他们生活不方便嘛。因为以我经验来讲，有一些人哈、看起来很有钱，房子很大，不过他真的建那个银行很多。如果我看他的房子这样，很多认为很多钱，一直靠他，一直问他钱，他不好意思不给，就增加他的麻烦。所以为了免这个徒弟的麻烦，不麻烦他，不为难他，我自己想办法赚到自己的能力嘛。赚自己的钱。自己想办法。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呢，不是说帮你自己而已，我觉得很好。
好，那我就是看了一下师父哦，就是在您的，也许我不是那么懂哦，但是我看这个就是你们这个修行的方法里面，似乎也有看到，例如说包括圣经啊、佛经啊，就是好像各个宗教都有汇流，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开悟以后，他看任何经书啊，他会看通、看懂那个那边。不是看懂那个字而已，所以我就很了解经主，各宗教、各大宗教的、各好的宗教都讲一模一样的，要找自己的内心，或是天堂在内。我没有看任何宗教叫人家做坏事的。所以这个宗教是可以是可以 converge 的，不是说我今天信奉什么教，我必须遵循他的教义，是这样子的情况吗？你尊重你的教育，不过你也尊重别人的教育。我意思这样，世界才能和平。如果我们为了自己重要，又跟别人吵闹或者打架的话，又不合善意了。OK， 然后我还读到一些东西哦，就里面有提到说前世跟今生的一些轮回的逻辑哦。那请教师父哦，您修行修这么高深的学问哦，那您会看到说您的前世是什么吗？哦，咦，看到。是什么？那个是小事情啊。小事情啊？太多看不完，你要知道哪一个？举例可以吗？跟中国的吗 ？OK， 跟中国有关。OK， 跟中国有关。我以前是有好几次当那个中国的国王啊，康熙是第一个呀。所以您的前世是康熙？比方说这样子，不过这个讲给你好听而已啦，别人也许不相信。OK， 这个才跟中国人那么有缘呢、啊。OK， 不是一次而已，好多次。OK， 那不好意思哦，因为不太懂这个逻辑哦，就是说没关系，没关系。那所以你问我才答嘛。等于说，那您的在中国的前世是位男性就对了，然后是个皇帝。是。哦，那您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做些什么吗？要也可以看到，就是要做一点久一点，又想去看，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很重要，所以看。大概就好了。过去没有很重要，不很重要，现在才重要。现在比较重要，那可不可能回到过去？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些电影哦，会有这样的一些演出，所以我比较好奇。是，可以啊，可以。那要怎么回到过去呢？不过回到过去没什么很好的东西的，因为我们现在忙死了，何必回去过去呢？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作做不完了，要跑回去过去头痛。好，这是在中当然可以，可以哈 ，OK， 也可以。好，就是透过打坐就可以回去了吗？可以，是透过打坐吗？有时候因为打坐久了，这些东西自然会出来，你会知道的。不过这个是副产品了 ，OK、哦是副产品。我们不是打坐为了看到过去，我们打坐为了。到未来去到未来上天为了上天 那在中国是康熙皇帝，那在其他的国家是什么另外一个前世呢？现在你一时问想不出来。 OK， 比方说在西班牙我当过两世女王啊。哇，所以您的前世几乎都是皇咯？不是几乎都是，有时候当普通的人，在英国上是200年前当普通的人，没什么王位呀， 现在也普通的人。现在怎么会是普通的人？我一直说没有王了。没有王 ，OK， 所以也当过国王，当过皇帝，也当过普通的人，商人都有 ，business woman。business woman 都有 ，OK，business woman。real estate， 那这样我们都有了很多了。那你可以 不好意思啊，您可以知道到人的前多少世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呢？要多少世都可以的。这样子就是很累就对了。很累，为什么会累？跟看很多书一样啊。看很多书一样。要时间啊。要时间啊。看一世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哦，这样子。不过这些都是自然出来，我不是故意要看，除了有时候情况密了才要说啊，为什么这样子？我再看一下。哦 ，OK，、哎、那有意思说我必须要才看。那所以说，像师父您这一生啊，得到这么多人就是跟着你修行，所以您的前世一定不可能是坏人，对不对？大概这样子了，谢谢了。这个道理是对的啊、哦。对， okay. 看现在就知道过去嘛。现在如果你做好的话，哦、一定过去不会做坏的。哦，是这样子。那如果现在的坏人，他过去也是就很坏喽，所以才是这样的轮回的意思。多数是这样子，他那个前世的业障一直拉拢他、嗯、所以如果他不修行不坚强的话，那个业障会再来，就是同心相系的意思。嗯哼，因为我们做好做坏都在世界的磁场里面、嗯、我们再生回来那个磁场就吸过来，或是吸我们过来，或是我们吸他过来。嗯哼，同心相系，所以如果你不坚强的话你跑不掉啊，重新再来、哦、又再做坏的。 OK， 那所以在这一世如果他是这个可能过得很苦的话，他可能要透过更多的修行来解除这样的磁场。是，把它退掉、哦、消掉。哦吼，那个像您本身是可以看到例如说神啊，哦，还有佛啊，他的具体的形体嘛？因为像我是凡人哦，我就看不到。看到佛，当然，我徒弟都看到满满的。哦，他们都看得到。对，不过这个是一个修行的阶段而已，不能执着在那边，不是说哦看到佛就好了了不起，不是不是。哦，这样子。那个还是一个阶段而已，还是学习当中。嗯，那所以说我看到电影或者看到一些书籍，我看到的上帝是长那样，那上帝真的就是长那样吗？嗯 ，Yes and no。对某些人他会长那样子，因为那某些人期待他这样子，不是前世有看到他这样子，所以他出现那个样子给他认的。哦，上帝是无形无相，不过他可以出现不同的形象，连化成肉体给你看的。哦 ，OK， 所以他无形无相，然后他可以如果要给你看见，他可以转换成任何的形体，这样。所以哎，里面比方说做梦你看到观音菩萨对啊怎么样子，哎，因为你是以前认得他这样子前世。哦，所以观音菩萨不一定看到像我们那个样子。哦，这样子、啊、在那个寺庙里面那样子。嗯哼 OK， 那所以您也看得到外星人哦？有一些啦。那他的形体也是不一样的，如同我们所理解、有一些不一样、嗯、是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很漂亮，有一些不大漂亮，有一些比我们善良，有一些比我们比较不大善良，比我们就是不善良，所以他们应该也要透过更多的修行、嗯、是是，不一定外星人比我们修行好，不一定，看他从哪里来、哎哦、看他有没有好的老师，哦，那个修行的老师了、yeah. 嗯哼，你要知道哪一个星球跟我讲再说了。嗯，你要知道哪一个星球的人？火星。火星哈、嗯、啊，他们蛮善良的。善良不是说像我们那种说火星的人火气大，不是、哦、以前火星就跟我们地球一样了。真的吗？然后发达太快就变成坏了。我们地球如果不小心等一下会变一样的，会变成火星。是，那为什么会消光了、啊、那所以你是讲以前还有它像地球时候的那时候的外星人，那现在我们的探测仪去到火星其实已经都看不到任何人了。没有人了，就是他们无形的，他们不是人、哦、跟我们人一样。嗯哼，他们都大概也是到第三的等级了，也不错，就是不是说很伟大的圣人啊，就是超了生死就对了。不过他们是无形的，无形的，所以看不到呀、yeah。那月球呢？月球，嗯，月球是比较高级一点，多了一级，第四的。第四级。他们比较善良，比较善良。比较善良，比火星更善良了。
善良一点。可是月球上去也是光秃秃的一片，我们也什么都看不见。当然当然，我们用凡人眼睛看看不到。哦 ，OK， 但是如果开悟以后是可以看到。当然。哦，那所以说，像现在您刚提到说，火星以前也像现在的地球一样，那目前哦，在全世界有一个大家在探讨的观点，例如说全球暖化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啊？地球会真的有所谓世界末日吗？会严重，如果我们没有想办法改善的话，会严重，会很快严重，来不及想的啊，不等待的时候的，所以大家现在很紧张嘛，美国也把那个食物啊，种子啊，那种不同的种子啊，就放在那个北极那边呢、啊。万一以后地球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再重新再当农业嘛？哦，你认为为什么他放那里啊？为什么？啊，给老鼠吃啊？不是，为了未来，万一我们那个被灾难啊，那个世界农业被消灭的话，他们可以到那边拿出来重新耕田嘛？跟以前诺啊那个圣经诺啊一样啊，船里面都放所有的东西。那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如果说修行然后开悟之后，那各个宗教其实教义都一样，都教人使人为善。那所以呢，那像他们的例如说基督教的耶稣啊，还有说像我们平常拜拜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我这个修佛的佛祖，那他们的形象是不是真的如我现在所看见的？还是说其实他们都是万教归宗？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他们其实是一样的，还是说真的有这些神存在？看你看哪一个神了、啊。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看起来是类似这样，观世音菩萨在世的时候看起来是类似我们那些画像了、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不过他们这个上天的时候，回去他们的故乡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你看不到了，它太光太亮了。如果用凡人眼睛看呢，我们会变灰尘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想看到它，就应该自己净化身口意，跟它差不多的才能够看到它。哦、OK。所以像我这个这么那个平凡庸俗的人，我已经看不见哦。不要每次这样讲啦，就是眼睛打开就看到了。哦，这样真的、啊。是书。哎，要诗书吃五阶，打坐净化吞狗意。也许你第一天马上看到了很多我的所谓的弟子哈，应信的时候看到耶稣看到佛呢。你问他们，你去随便找一个人问，不要说我先跟他们跟他们讲好。OK， 所以我看在是有的。在这个观音法门里头啊，有提到一个概念哦，蛮主要的就是即刻开悟。一世解脱，对，就是这样啊。对，那可是这个即刻开悟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吗？是，是啊，这多少不一样而已。那所谓即刻，这个中文的意思听起来好像是很快嘛，啊、哦，我马上就可以得到开悟，这还是有每个人的资质哦，就是说他的聪明程度的不一样，还是说 no 不是聪明 no， 不是聪明的程度。就是诚信的程度，诚信的程度，心里干净的程度呀。过去的因果也有帮助一些了，不过诚信是很重要呀。也不用了，我也不晓得，我去应信的时候，我不看谁诚信不诚信，我说来，全部来，马上开悟了。然后后来您要保护那个开悟，继续打坐，不是你不要而已。哦、每个人都开悟，马上就这样，马上开悟，真的。所以说我如果透过打坐。透过吃素，我有可能即刻开悟。那不，应信的时候，我们两个，比方说，我替你应信，两个做静静操操了，没讲任何话，眼睛闭起来，五官都集中在里面，不听外面，你马上就看到佛光了、啊，不是听到佛音了、啊。然后后来，你就还继续这个路啊，还继续吃素，继续打坐，要保养这个开悟。不是完整开悟，开一下悟而已，一点，不是多大，就看你情况，然后继续还要继续开悟啊，不是那天而已，哦，开到完整为止，对，OK，
那这个师父哦，您最近在照顾一些动物嘛，哦，然后今天有这个书是《今生有你，我的狗宝贝》也正式上市。那就是说，为什么在最近这段时间会多跟这些动物哦做这样的一个互动？那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吗？我还没有打算弄这个动物的树，就是我跟他们接触已经很久了。好几年了，不是现在才弄。是，然后有时候我家人呢叫一些香嘛，放起来当纪念香，你叫香给你狗狗一样嘛，宝宝大家叫香，然后好几累世起来。嗯哼。然后我后来我看动物都没有被对待好，嗯哼，我就问我自己的那些狗鸟啊，嗯，我们怎么办啊？我真的已经很尽力了，嗯，传单是书什么都发了，到处都去讲经劝人是书。没办法，因为怎么办？他们建议我写那本书出来了，我就经过他们那个允许才做的。嗯，因为本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自己亲密的感情而已啊，家人啊，懂不懂？ Yeah. 我们不是说叫上起来以后当本书，没有没有。哦。不过第三本书是我故意的，第三本书我自己去叫上，每一个像都是我叫的，第三的还没出来的，快出来了。Uh-huh. 不过这两本以前那个鸟跟狗，我们不是故意的。嗯哼，哎，那时候我都疼爱他们嘛，有时候我叫上他们可爱的叫上了，有时候我家人看我跟他们可爱也叫上了，雷连起来，然后我们就，哦，哎呀，就想帮助动物才出这本书出来，把我们那个，哦，那个很亲密的感情，可以说卖出来给大家了。Uh-huh. 因为要帮助别的动物，他们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跟我合作这个工作。对，yeah. ，OK， 好，所以我才说我 compare 而已，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作者，因为我们一起合作嘛。哦，yeah. Oh, ，OK， 他们才是作者的，狗跟鸟是作者。嗯哼，那师父为什么？还有就是我看到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很多的作品啊，艺术作品、手工艺作品，您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些创作？啊，不是特别喜欢，那自然跑出来嘛。我喜欢画，我就画了。啊， oh. 我喜欢设计，我就设计了，顺便赚钱嘛。哈哈，又高兴快乐画的，又可以赚钱，为什么不能做呢？好好，哎呀，所以赚了这个钱才有办法，就是说，例如说旅行到全世界，再去跟这些修行的同修来一起传法、传道这样子。是，我是帮助动物啊，帮助贫穷的人，啊，帮助流浪汉啊，嗯哼，帮助天灾的人啊，嗯，都有嘛，呀，yeah. 嗯，有钱就很有用了，有钱有用，他没有钱而已，呀，yeah. uh-huh. ，那个我们的节目是台湾亮起来哦，所以我会很重视在我们台湾这一块，福尔摩沙哦 ，Formosa 这个 island 这里，那就是说我在这里读到的一些文献资料，就是说您当时从喜马拉雅山下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去的地方就是在 Formosa， 在台湾这里。这但你刚刚说是天意哦，就好比你前世是这个康熙皇，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台湾这部分？我想这边台湾人会比较好奇，我想请师父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时的一些所发生的故事，为什么你会决定到台湾 ？OK，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出家人嘛，嗯，OK， 我穿出家的衣服，嗯，然后我认识一些出家人，在路上啦，在朝圣的时候，嗯，他们就说啊。台湾的人很善良啊，很多出家人在那边，那个好像一个出家人的国家，嗯，而且全部都是书的，嗯，一说出家人都是书，有一些地方出家人没是书，啊，他就说我们过去看看，我说好吧，你先去，也许我以后才去，我说哪里都可以嘛，而且已经是书，已经善良了，我们不用过去了。啊，我们去哪一边没有世俗没善良，我们才要去吧。嗯，他说他还喜欢台湾啦，然后他过去，我说等一下，他叫我啊过来嘛，看看嘛，这边很善良，人很漂亮，很好的，很淳朴。啊，我就被他诱惑啦，然后我就问那个那边的那个师傅嘛，嗯，我要去吗？嗯，他说要，啊，你那个朋友请你就是有缘故的。因为天意要你去，你就去了。我就过去，寡人看到台湾人真的是很善良、很淳朴了，淳朴就很慷慨啊。
他很会帮助人呢，很帮助人。我那个时候都不认识他们，哎，不认识他们。不过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啊，孤独的，就请我哪一个寺庙都请我过来跟他们住，然后给我衣服什么的，很自然的那个疼爱人，那种疼爱的心会感人呢。所以我才留了一下，然后就结缘这样子了。我到目前还喜欢疼爱台湾人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特殊，很特殊。他们那个单纯的心啊，像小孩一样哎。嗯哼。真的不晓得，因为那个海岛了，大家一起没有多借助外面，没有被影响或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真的是很单纯。对啊，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在台湾哦，我们这里的台湾人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爱心哦，然后都非常热情这样子。非常热情。对，然后。热情做好事呢。还会做。会做好事，会帮助别人。那是我想请教师父哦，就是自己的一个好奇啦哦，就是说当时你也当过这个康熙皇帝哦，那个时候又怎么看待台湾呢？No， 我们生生世世轮流不同的国家。哦，不是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就是这些有缘的人现在轮到台湾来。对啊，我的意思说，当你看当中国的皇帝的时候，对，那时候是以皇帝的眼光是怎么看待台湾佛摩萨？你还记得吗？怎么看待台湾 ？OK， 我再想一想，等一下下。我有去过台湾呢，那个时候哎。这样子啊？哎呀，还记得在哪里吗？哎呀，全国都去嘛。No， 我不是用肉体去的，我用灵体去的。那个去修行了以后才看到台湾的。哦。以前就是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了，也没有看那么多了。所以搞不好是在那个时候结缘的。大概这样子啊，很多台湾的人啊，那个时候也很喜欢那个皇帝嘛。是。哎，很喜欢看他，不过比较难了。对。所以也许现在我跑回来看他们一眼也不会错吧诚心就有灵嘛、不过那个是前世的事情啊，你问给我好玩而已啦，因为这个我们讲出来人家会认为我们荒唐啦，所以我很少讲这些、我就跟徒弟讲跟不徒弟讲不一样，因为徒弟他们有经验，在精神体验里面内在有那种体验啦、所以他们我讲他们才相信，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体验。对外人来讲我很少讲这些了。OK， 好，请教师父，为什么你能够精通世界那么多国的语言？学嘛，就学。所以您比较聪明、你学你也会啊？比较聪明可以学那么多，就像您修行也是在喜马拉雅山那几年，你也可以就是修行得道等等。所以这是不是需要天资的聪颖，就是要聪明一点才有办法做得到？这个学世界的语言，谁用心学都会的，都会。时间多，时间少而已。我是从小学比较快了，从小就有比较好记忆力哈、，memory， yeah， 好记忆力，哎，从小都是在学校都是第一名、第二、第一名嘛。Top three，OK，所以是有聪明了，不过这个是语言，谁都会了，有会学就会了，就是没时间学，当然不会啊，然后修行的话是靠你诚心嘛，你要不要认识佛，要不要认识上帝啊？要多强烈的渴望啊？这样而已，对呀。好，那您现在上林，你看，你学变成教授，因为你要学当教授啊，然后来你要当记者，你就转过来学当记者，你就会了，什么都会了。你看，当教授也很好，当记者也是很那个很亮，很出名，很得爱，就是因为你用心，你喜欢做啊。谢谢师父。修行也是这样子。修行也是。没两样。所以师父，你现在大半的时间都是在法国巴黎吗？No， 我不在巴黎了，来这边打禅了。打禅，所以今天因为金海日嘛，他们请我来这边打禅了，打禅3-4天了。
哦，是这样子。等一下我就走了。那什么时候？今天第一天呢。所以那现在就是还是继续世界各国绕这样子吗？你啊，有时候绕来绕去嘛。那什么时候到台湾呢？哎呀，我看那边的缘呐、啊，看台湾的人缘呐、啊。缘呐、啊。哎，住台湾已经十年或是什么了，已经够了，给别的分享吧。OK， 好。别的国家会嫉妒了。哦，这样子哈、哦。那您在这个2006年11月哦，有得到这个故事和平奖，还有多年前也拿到世界和平奖、世界精神领袖奖。你觉得得到这些奖的心情是什么？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好像世界的灵性降高，嗯、所以才认得那个好的方面、好的品质啦、不是的，我个人那种品质，就是那种好的 quality 呢，嗯，好的品质啊、所以如果得奖的话，我很高兴，因为世界已经提升，世界提升，然后我拿奖就是也不是会拿出来看啊，就是也许当一个榜样给大家看嘛。嗯，哎，亮出来一点给大家做，比方说看哦，他得到和平奖，为什么他得到和平奖？啊，因为他做好事啊。我们提醒来，他们醒过来回去也要做好事，不是因为他要得到和平奖，就是因为这个给他提醒嘛。所以我才去领奖啊，不然你觉得我领奖干嘛啦？好，就是让世界更不能吃啊，让世界更为提升啦、啊、哦，大家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或美好共同努力哦。对啊、好，对啊，而且人家颁奖给你，你去领，人家也很高兴啊，给人家快乐也是很好嘛。好，师父是不是可以？因为我没有修过你们的这个道哈、哦，就是说师父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开示？哦、oh, ，OK， 就是所谓的观音法门，就是观就观察嘛，因就是因流，不是观外面的因，啊，就是内在的。所以佛才说用那个外色外因看我找不到如来，我们要往那边呢、啊、找自心，啊，那个自心那不是说有一个形状，或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自心就是像一种音乐哈、啊，还有光亮，光亮。所以我们看所有的佛像都有光啊，嗯，还有经典有讲，看啊，用这个音流啊，靠这个音流就可以回佛土的，靠音流可以回佛土。对对，音流就是那边的印心的时候，才打开那个智慧眼、智慧耳、天耳、天眼，突然就。听到以前没有听过的那种佛法，佛法，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佛像，有时候看到佛的本人、嗯、有时候看到佛光、嗯、有时候看到佛的境界、嗯、像以前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也说一样嘛，摩摩的境界啊，花园的境界啊，嗯，法华的境界，阿弥陀佛境界等等等等，我们都听说没看到，嗯，所以印性的时候就是徒弟会看到那些了，有一些看多，有一些看到小了，看那个时候集中多少了，或者是诚信多少。不过慢慢来，每个人都会上的，就会看到不同的。嗯嗯。哎，我们在世的时候看到佛土的，知道死的时候去哪里的。哦，所以在世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知道，就是往生的时候到哪里去这样。那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吃素 ？OK， 我吃素不是为了开悟了。吃素为了爱护别人、别的动物，哎呀，弱小的动物、嗯，他们对我们无害，我们为什么要去用刀子割他的肉然后吃呢？嗯，这样子就够了，不用说师父讲，我是要开悟了，怎么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做买卖的，我们要爱护啊！修行的人要成佛，没有爱心的话，成佛有用吗？啊，成什么种类的佛啊？就这样子了，嗯、道理是这样。OK， 所以如果要修行要真的开悟的话，透过打坐跟读经，然后但是就是这个吃素其实就是一个爱护，对，要发展我们的爱心，我们本来都有佛心，就佛心就是爱力的了，如果我们每天吃肉然后习惯那种粗鲁的话，我们爱心会越来越被模糊，所以我们不吃的话，我们爱心会越来越发达，就会越来越像佛一样的那么爱力，那么多爱力，
好，哎呀，我们要上天吗？好，今天非常谢谢师父在法国巴黎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那就是你提到说，在台湾这里的人都非常的好，大家都很帮助别人。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整个世界也面临到，例如说我刚刚也提到的全球暖化的问题啊。那现在除了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来修这些观音法门的人之外啊，就是那他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社会更为提升？哦，好的问题，好问题 ，OK。我不是说期望大家都能去观音法门， yeah. 那个我知道了啊。OK， 不过我们可以做我们尽能力的，比方说尽量吃素，因为养动物啊，那个UN 就是 United Nations 有报告出来，就是最妨害环境的因素呀， yeah, 一个理由啦。OK，、嗯、最糟糕的一个理由，所以养动物给人家吃就是妨害世界了。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话，不要说爱心什么了，要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这个地球，给我们的小孩啊 grandchildren 出来的话，就是吃素，哎、嗯，尽量吃素 ，OK。然后动物会喂养小，然后种树，能够哪里看到该种树，能够种就尽量种树。哎呦，那个汽油又改变成那个自然的、不污染的油。开车的要开那种不污染的车等等，还有祷告啊、yeah. 要祷告，要祷告，向各自自己的神祷告、哎、对，要各自己的宗教的信仰的祷告、嗯、不然的话我不晓得了。嗯哼，OK， 好，这也提供给大家一个方法哦。如果在观音法门之外的这些人，大家可以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好。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嘿，帮助别人，帮助动物啊，帮助黄金，还有要祷告，要祷告，要商量。OK， 谢谢师父在巴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师父。谢谢你，你蛮聪明，蛮聪明，聪明的问题，而且很漂亮，很漂亮。OK， 祝福你生意顺利，你的事业成功，啊，然后佛菩萨保佑你，因为你做好的工作，你播放肯定的节目，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人民会得到利益，国家会得到利益，啊，我也谢谢您做你那个工作。谢谢，祝福最好的 ，OK。好，也祝福师父，谢谢。Thank you， 拜拜，谢谢。拜拜。Yeah.